各位学弟学妹，晚餐快好了哦，准备可以用餐喽。学弟学妹，来来来，大家坐过来，我们吃饭前先来唱善歌。来来来，一人一本善歌本，有没有人要点歌？我要点，我要点，我要点《伙食团真好》。OK， 一二三，唱。在这里温馨的、感动的，都存在心里，围绕着亲切的小雨。在心里感动的、大气的，温暖在心里，手牵手永远陪伴你。修道的路上不怕千山的阻挡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共同分担，我们携手大雾来开创，让道场传承永不间断。我想说爱过他很好，希望你能够知道，真心的对你好，不要求回报，像一家人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打开心里的心房，加入伙食团真好。嘿呦呦，你别再犹豫，跟我一起跳起来，还躺睡觉的你赶快醒来醒过来，整天待在家里总是自怨自艾，天天有三百悲观消息你就没人爱，尽快的隐形转变不一定，看吧 everybody 加入我们，不要犹豫，趁现在，伙食团的青春活力，保证让你很精彩。呦呦，伙食团就是你的爱，温馨的、感动的，都存在心里，围绕着亲切的小雨。在心里感动的、大气的，温暖在心里，手牵手永远陪伴你。修道的路上不怕千山的阻挡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共同分担，我们携手大雾来开创，让道场传承永不间断。我想说爱过他很好，希望你能够知道，真心的对你好，不要求回报，像一家人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打开心里的心房，加入伙食团真好。想说爱过他很高，希望你能够知道，这里的人家都不缺多少，温暖比我坚强，像一家人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打开心里的心房，加入伙食团真好。心里的心房，相信你会感受到。这首歌真好听，来来来，最后一道菜上菜咯。哇，这一道菜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啊，叫做红烧狮子头，素的哦。学长学长，可以教我们做这道菜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只要各位学弟学妹常常回来伙食团，就可以学会做很多的菜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用餐吧。来，我们一起举杯齐，一二三，感谢天恩师德。